跟他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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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啊，大家好。天气真热吼，时间呢非常紧，中秋节都要到。大家都开始在无闲啊，还有一个人，北部的，因高中伫南部，话拢转去安尼，吼，都有四天的假期，今仔日是干部培训营，对无？所以又是讲讲论，但是安尼讲的课呢，无离开着这个讲论。表示讲，和任何法，他都不会离开诸佛所讲的话，是不是安尼？因为伊是共款的，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法拢共款，是你的观，你伫对，许个共款，是不是安尼？听好有嘛？所以有一种人呢，伊就是讲，我拢学过咧，我要只有去听学过法门，其他都唔爱听。安尼讲好，安尼话无好，对吧？养成一个歹习惯，有人学禅的、学教，讲我要念，我就要念佛，我就要学教教义，安尼话无，心肝有一个依归，啊，迄个依归看你要往对，啊，虽然家己拍算，所以伊看呢是骗你借助，拢袂当做来安尼去做，这点吼，对，大家爱清楚，有人伊就锁住，伊就是极限的对吧？安尼，你脑筋咧开困难，那是讲有出小的，个有出小的差得济。你也要看下你的房间内底，变化嘛是怎，拢是内底啦。啊，你若出去外口走走的，行行的，干有动，你的心情又搁无同款，你的力量看还搁无同款，是不是？啊，你当去了解人别人生活生活，人别人是安怎下过的，人别人是按照要如何滴咯？所以呢，咱们多闻，还多学，安尼知识呢，一开始开。今仔日讲的是啥呢？我写伫何方吼，写伫迄个入行论。入行论就是极天菩萨所写。伊写这呢，最主要伊对佛法的体会，伊要成就改变。所以做啥物？伊讲我写这不是要教，是我家己要修的。所以入行论吼，你若去看这本册，真好。因为你来观论，甲看啊足清楚，你来看一本，更加清楚。因为伊内底吼，记述伊足少，往内底观论的教授。所以你啊，不离到这里观论二五千通，你甲看啊吼，你也看啊真欢喜。看下有得，因为伊计算哦做浓缩的嘛，你唔知个内容到底咧讲啥，你用不离到自己观论内底个内容比较捕捉，就开出来开出一条路，比较讲讲，咪讲举一反三嘛。有这些人呢，伊恶个简单，但是伊头壳个思路无，因为无自信嘛，无物件咧想啊。如果有人咧讲讲，有人咧讲讲。虽然呢，你喺做班，但是班的中间吼比较扎实，因为伊每场呢，伊唔免经过安尼揣摩，安尼来想，用家己的力量去想，是不是安尼？有阵仔想也想唔对个，伊唔爱把你物件有限嘛，对无？所以入行人呢，即个极天菩萨，伊较早我讲者，伊较早吼，伫迄个印度那个都市，印度那个都市是。玄奘大师底下留下的，迄个所在，
迄个云南面就对啦，迄个云南面足大。像即摆吼，迄个印度、大海南岸迄边遐吼，啊，也是讲西藏，因为三大寺，你讲了无就足贵啦。因为前面吼，拢迄个比迄个西藏的衣服，这个又红，拢红的嘛吼。我迄个想家是，迄规街路、规城的吼，你安尼，我只要你甲看去吼，规面拢足贵啦。我看到，我当一面，我看到遐壮观的出家人，因为遐出家人济嘛。为了讲我哩三大寺的时候，伊敢上一面干，要到七，要到一万人，都济人吼，唔是讲专门搞哦。伊他两间，伊一间是那个色大寺来，对，多少间色大寺是能合计要到一万，被包进来。好，你上界是我非常的壮观，就是这样。而且齐天菩萨呢，伊就是伫印度遐那烂陀寺内底。啊，伊较早吼，伊住伫遐个寺，可能拢无去做早安课啦。啊，人吼拢无看伊咧出啦，食饭个时间有看到伊安尼。啊，人就讲这人吼较早笨蛋个，足有名就对啦。伊名声吼透惊世，哈，国王就知影这人。怎么说呢？因为哦，台北在当地的那都是人，大家拢足精进，啊，足用功。在伊哦，红看衰啊，就对啦。做无咩用功呢？啊，他食饱，啊就困。所以无人看伊咧看经济啦，都食饱就困来啦。大家吼，就是讲，你要这件事，爱做一挂勤务啊。啊，这个齐天菩萨，伊拢唔做勤务，爱过着伊虽然的生活。较会使，互这个人敢是咧，袂使嘛，要想办法比较看出。但是伊要违背着寺的原则，袂使看。但是还有一个风险嘛，可以有代嘛。伊讲吼是这件事咧，读书人，大家拢爱练习功课、功经。那你嘛不例外，你嘛爱讲。如果呢，你也无讲吼，你就袂当待在这件事内底。这个标点啊，其实不是在做阿弥陀佛、阿弥人、阿弥清明去菩萨的时候，有一个人，阿弥陀佛讲好啊，我就来讲啊，安尼对，啊大家就笑起心肝来，这一定会闹开。你讲因主持呢，做主笔，暗时啊吼，就去敲伊的门房间，就偷偷啊去甲伊讲，伊讲吼，你住在家吼，我嘛无希望你离开。但是众人方会方同意了，大家建议就对啦。为甚有一个老大兼笨蛋爱食个多糖个，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你得爱有一个准备。伊个讲安尼是表示讲，伊嘛唔知伊个功课，伊嘛唔知伊是一个修行人，秘密内底啦。所以你若看迄寺院内底吼，迄有当默默咧行持个，你唔知影，你看伊谈拢袂。所以。能够为寺院内底吼，较济人吼，一定有一个菩萨出现，上少一点。这是听人咧讲，唔系讲济人啊，少人吼，你嘛唔知三藏是菩萨啦。所以人甲人的中间吼，要互相吼，唔能少大家就对。规下嘛，你得到一个菩萨，看你安怎。对个，你就三宝地啦，就地啦吼，地里起来，时间就短。所以这个主持就甲伊讲，伊讲我甲你讲吼。伊虽然看伊无，但是伊心肝啊不唔甘就对啦。住伫内底佫要离开，就来讲。伊讲有一个方法，你就是靠着，因为明仔载要功课啊，伊时间佫足短咯，唔是讲有一个月互伊，互伊去咯，无咯。明仔载哦，今仔讲明仔载来功课啊，所以应该是要早一点房间，甲伊讲，你怎个吓拢袂赴啊？你只有一个方法。叫文殊水菩萨，来给你帮忙。安尼你靠那种贵官，啊无你可能来报告刚刚的离开这个寺啊。他讲我前面那叫，伊讲你两日就义，开智慧的作用。我阿拉巴扎拉蒂，我这边有下对吗？月亮伊的就义呢，啊非常的虔诚，祈求伊，伊有可能呢会来帮忙你，伊就是贵官。公公的哦，伊讲哦，你家己保重啦，
哦，我会当甲你帮忙，就是安尼。这个主持人足好吼，啊，唔错。伊总是这个，今天菩萨伊就讲，两文殊师利菩萨来到法丘，伊就来念，真正足虔诚念，念到有一段时间吼，三日半暝啊，走一个人入来，伊讲要到这个人，无就无是为朋友行入来，安尼。伊嘛是去念过咧，甲看啊，迄个文殊师利菩萨吼，伊化身为一个人，安尼啦。啊，看伊过咧念，哎，伊就甲伊讲，伊讲现在我是哪人？伊是讲我来这边念啊，但是他还在，对不对？伊讲哇，转一下，伊讲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伊讲好厉害，你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安尼教的，哎，就是得到迄个文殊菩萨的加持就对啦，迄个地位就开开。但是是不是说这个菩萨给你加持你就有智慧呢？咱讲那是要讲啥？讲小说同款对吧？吼，你也无迄个因缘，哪有可能？你也无赚钱靠钱个尔。表示讲，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修行人，伊内底一定有一个功德的存在，是有一个微细的所在砍掉的。吼，迄个未伊也个托住，是唔妥啦？一定要有这个条件嘛。如果啊不这个条件，那是菩萨你无蒙头，跟你讲一句话，你念去发起，你就通啊。啊，大家拢来念头，念头通，拢免得学习。教你慢慢就哈，大家讲好，念我念佛就好啊，念咒语就好啊，唔是安尼。所以一般的理解唔对，就是讲，你有过去西藏有一个密勒日巴佛，大家听下吼。伊一世人有通成就，耶稣是马尔巴是加信巴的菩萨，人在伊过去学习的天道。只不过你们一脚啊，用这样的呀，是安尼，唔是讲我你讲，迄种唔捌字，阿来都会当讲成佛啦，无遐简单诶。恭敬老和尚啊，你较早讲恭敬老和尚，伊过去念佛念到什么程度？伊是什么菩萨？佮来你也唔知，是不是安尼？啊，你无读书，人念佛就当去啊，啊，无你无读书，你嘛就无看会当去个。你过去也无你个功德，根本就无可能。人讲要念佛就要念佛，啊，讲要念佛哦。唔是念佛，安怎去修家己？是不是啊？心善咯，迄程度是无同的。所以你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来这个加持了，应该功效很明彩的。但是明仔载早顿食饭，早在了的时，大家拢在看笑话。迄消息吼，就传到最远的传到国王遐去，国王嘛来呢，恐怖无？你看迄话慎重，这国王来吼，随从就做侪啦。啊，既然国王来，百姓嘛是侪啦。毕竟，你大家拢在看伊，伊歹就大就对了。结果都有人吼，在那边甲争，那就这样吼，百姓老百姓姨妈就背开这个花花做了吼，伊个背我做怪，我背袂起。各位老弟，都背我出钱就对了。这个今天菩萨呢，伊个食饭伊个食做慢，人讲诶，较紧诶，紧诶，即马换你时间得要改。爱就来功课啊！啊，你会惊袂讲袂啊？吼，啊，就伊就食了，啊，就喘，喘的时候，你是讲，啊，我迄个台盖遐悬啊嘞！啊，大家有看到伊啊，迄个动作吼，大家嘛是要看，看伊啊出水对无吼？结果呢，伊做囡仔咧，行行行行，伊手吼，拢往迄个台上一抱，啊，甲气吧，迄个台都自动降下来对吧？那没升降低个对吧？难啊，爱啷个白天爱台都救伊啊！那你就是把金毛出掉了，就出掉了就对了。但是出掉了，你出掉了无？根本你也是，伊有这个功夫，无一定讲话嘛，对吧？伊将旧台去的是，伊讲，啊，你是要听什么话？你有听贵的，还是无听贵的？好，讲到话是不是？出大声，那就讲出搞完就对了。平常时分人伊在讲拢好话嘛，大部分我到去教我拢有听袂较济啊。是不是诶？那有可能讲讲一个因大家家诶人咧学习诶人大博士吼内底迄个拢足厉害啦，拢无听过。虽然大家目睭都清明咧看，那有迄个无听过？迄、那个讲更加厉害，讲啊讲迄个无听过咧，意思就是讲啊你无听过，你是要讲什么话安尼嘛？就是讲无情论，伊是讲吼讲啊唔来对你骗啦，我袂记啊，讲啊对你骗诶是，伊也拢成功。在空中对不对？到尾要倒走，每个人不一样，你找，找地方叫回来纳兰博士，你无？迄就是因缘到，你知道？
所以吼、哦，人甲人中间做伙，人看也无，伊即世人无哦，伊即摆较有哦。你敢知影你即世人做伙个无一定比较好啦，是不是安尼？外表看人是讲我做好好啦，我做厉害啦，但是，那伊老实的人，我老实的现前，伊后世人会见好一点，俺后世人会见无一定好，你们做一样的灾，你都老骗哦，你都快乐。如果个人按这世人呢，改一个恶缘，后世人就无去啊。所以讲吼、哦，唔要计万寿来到这个世间，阿要为人好，那阿不爱做，阿无目标阿变，阿要随分随力，会当苦干就苦干，是不是？伊明白就是安尼啊。如果呢，你讲叫伊做，伊不爱做，伊咧受气，阿动向是啥物啊？伊咧离离啊嘛，咧过，你看伊啊，拢离，拢感觉会食会过，你袂食袂过去，随嘛随家己。改天你去，唔敢讲去对别人改呢，是不是啊？你看那个衰啊，无衰？那是安怎还会衰？哈、啊？内底有物件哦，要控制啊。我也是对啦，伊就是咧听我的话啦，是不是啊？忍耐无够，所以六度内底吼，六度万境内底，六度成就自己，成就家己啊。啊，六度内底呢，无一项好修的啦。你用持戒，持戒还容易吗？你讲布施，你是即世人是布施或者你来讲来听好嘛？啊，你布施是啥物心态？布施，伊个布施内底吼，是一定是菩提心所摄，伊布施的呢，对吧？啊，安尼布施呢，是讲家庭看好过袂？你看看人大病啊，咱是讲布施拢会用家己。这经就是这样的，所以布施忍辱，忍辱敢好修，无好修的，你也能看恁兜。那平时咱对人对外人做好嘛吼，啊，伊讲对内人内底也无好对无？从安全有安全来讲，伊讲对阮头家，拢对外口口，阮太太拢对外口口，啊，对内底拢唔是安尼。所以无了解，你也爱多少嘛？你就知影讲，伊这人无像你想遐好，对无？安全都有迄个感觉。头家还是啥？对内底无用，做对外较重。迄些啊，外表看袂准啊。我现在来讲，我要行来遮的是，外口有一个中年人，啊，可能伫遐认地。伊讲我叔叔叔，你气色袂歹哦，形貌真好。伊咧大声，伊大声话，看我行遐过嘛。我讲你阁比我较好，面色阁比我较好，伊有时阁较好。不是看面色的，看你有修无修的；不是看外表的，看，那是看内心。所以，咱会当调查哦。安尼周围内底，安外口外缘好，不一定是歹对，但是呢，不一定是做够。因为大家做不做表面啊，你也有你的关系去找，无要办嘛，是不是安尼？咁个意思啊。我对外口遐好，我对我的某囝、对我的家庭是毋是感觉遐好？但是唔是像咱想诶，迄就表示讲哦，外表这迄个外表哦，诶功夫做得真好就对了。剩下穿咧差咯，但咧里边啊，忍耐无够，忍辱不够。你忍辱不够呢，你的外相不庄严，你的眼神呢无亲和力，你内底呢气未掉。就讲你有一天。哦，天也调，还是啥？可能大家都是互相利益，互相修正的，那是外靠公司嘛。因为你遮的工作较悬啊，对不？还是公利润较悬啊，啊，各有保障啊，当然爱用。是安尼，啊，因为变成形成一个团体啊嘛。不过在个人做个人好些，所以未使看外靠。修呢嘛，袂使靠别人，爱靠家己。但是咱当时要听的是爱靠别人，讲引进啊，对无？这种是进啊，这种是有需要。如果一间寺院，啊，一间团体内底有进人呢，伊脾气好歹另外一个代志，但是伊有要栽培人，迄个真正爱当好进人就对了。如果伊这电话无请人等啊，你讲请我师来，拢无可能。你叫人听个，嘛无人来听，是不是？因为无法师嘛。所以有这种啊，已经比较好起了。所以入心论内底就讲忍辱，忍辱你啊做了好，你下就靠得成就。
这句话安怎讲？你知道？今天菩萨就讲，伊是入行论，入菩萨行论，菩萨行啊，伊就讲呢，恶有情如空，非人尽相符。唯缺此份心，如破一切谛。意思就是讲吼，世间的人一大堆，咱看会到的吼，足济啦。啊，这个众生呢，伊个性非常倔强，刚强难调难破，是不是？啊，你个性是不是？伊就打个就去膜拜啦，啊，就去膜拜，害就一挂啦。伊这个人哦，都爱牛尔，啊，大拢做，伊后尾食这都拢袂牛啊，对吧？但是你咧食这，大家咧食看，你看对到袂牛，大家袂牛。就是讲，这个世间的人哦，一种比一百有人，出一种啊，啊，每只拢有个性。啊，你要互别人的个性来换头，安尼个性，你想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伊这个空的，那虚空感官才一人。讲刚强刚强恶劣的友情如虚空，有这多就对了。虚空的话界有这多众生啊，伊个性哦，拢足强。咱是要安怎来调伏伊啊？你讲发菩提心嘛，为利友情念诸佛嘛。啊，你利友情念诸佛，你袂再老去一个众生哦，是不是安尼？既然袂再老去一个众生，你大家都爱报，大家爱帮忙。啊，你的发愿嘛无大无宽，你要发帮忙什么？无可能嘛，所以讲，啊，但是这有情的，大家个性都歹，我是讲我咧歹，佮比我好歹，就这样会有话题。所以拄到这个状况的时，请大家啊，恁咧做义工嘛，最近交话会较侪对无？恁做义工有拄到啥物工作无？嘛是有啊，啊你免啊。诶，几十个义工来拜一遍啊！进去讲变化，即个讲要拜一遍，无法度啊。所以，伊讲咧，唯有调伏家己的内心，认识家己的内心的烦恼，迄、那个清心。如果咱来调伏这个清心呢，清净心就对啦。拄着变改安静来，对无？看会到啊，无进来去毁灭迄个清净心。咱来调伏。个定义的调伏，如虚空变化间一切的无有情，一样跟厌离一样的地方。外口定义足济啦，你修正啊，你怕见得了？无可能了嘛，那就放那吼，大家嘛咧吵，吵到袂困去，你搞怕好气，怕怕会了，怕袂了啦。只要你来电话跟我去做师傅用好，啊，大家用好，放一点高，你免甲叫，你就会高。你到底有你辛苦的那个味，那个火还是啥样来啊？所以你无法当去摆，摆伫外口一切，啊无法当控制外口一切，啊只有控制安尼内心。所以讲控制安尼内心呢，那就势如破电，那就破外口电影感官。外口人一句话，道凡艰苦甲一世人；外口一句话呢，道凡未吃未困去啦。这是咱的电影。你猜就是朋友，一句话尔，下晡就是敌人啊！这种安怎有经验嘛？是不是？所以，那就一个用解呢，以皮覆此地，即有而起皮；唯以血理皮，如覆一切地。哎，这厉害哦！像这两件厉害呢。一共这个皮哈、哦。不管是塑胶皮也好，还是虎皮也好，还是什么皮也好，动物的皮也好，你别讲我全世界吼，我讲皮是啥物？皮就对，那是皮的皮嘛吼。我讲皮有皮，安尼行路袂要惊着，袂要出去，那有可能啊？全世界吼，嘛无可能安尼皮。啊，就讲全世界拢在皮有这力量，嘛无遐济皮，是不是安尼？啊，何必呢？多此一举呢？你啊，你可以去陪哈，求陪啊，什么陪哈？啊，变到爷爷啊，求人看咋无啊？你看出家人话，伊前面草啊下过去的无吼，罗汉爷安尼，伊个搞伊个脚有陪，伊咧行路行到地嘛是讲哪是会打一块陪同款。所以意思就是讲，你难讲，嗯，万外口安怎改变？
外口的环境安怎好，无可能的代志。内心吼也好，外口就好。啊，你脚也无要惊着，无要擦着，你行路也袂痛。就只有安尼上鞋仔来穿就好啊。即个鞋仔就是旧的、破的，一大堆哦。我随你吧，你也可以先来穿，你要行就老会上，拢袂要擦着。何必就爱开遐侪时间呢？来跟人互动，啊叫别人就来听安尼，啊你讲恶声，叫别人就来听安尼，你看安尼讲无理啊！所以就来讲雕塑性啊，不管身会皮对不对？安尼讲好对，还是安尼心拢家来雕，靠外靠是袂稳的。伊咧讲就是安尼，伊咧刚刚讲一句哦，如是诸外物，我不能尽遮。应遮我自心，何其遮住外物？在人，在这个人世间内底呢，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的，你无可能改变，是不是呢？你只有呢改变自己，因为外口你无可能讲别人做的代志拢会顺咱啊，无可能的代志。如果伊会当顺咱，安就上好啊。但是无可能的代志。生出来以后，伫妈妈胎中十个月怀胎，这有够亲啊，是不是呢？那就是电话同款的。结果伊嘛是袂听师大人的话，刚安这个身躯哦，对人四五十年哦，甚至讲活一句的人，有中岁寿的人，活八九十年啊，一百年哦，但是这个身躯嘛袂听安的话，你死的时。嘛，爱把这辛苦人放掉，是不是这样？所以呢，照顾这久的辛苦都无多啊。甚至安尼死的时，安尼心哦，搁未随着安尼操作，安可以烦恼家己事事，安可以烦恼一寡代志。如果安尼，就表示安尼东西对人路对这个心。拢无了解，咱足希望别人讲善呢，足希望别人听的话，但是安尼讲的话，口气拢正的，是不是？安尼掌控一切，即马安都有一个好无人会听，但咱无钱的时候，讲伊好心也无会听，很正经的。所以咧，戒经内底讲吼。一个时段啊，患病，还是讲有足侪时段，足侪人啊，患病，有人去照顾时段啊，迄功德上大。因为拄着个，一人咧患病，心情是足烂，心情起伏正大。今时多疑，我正疑，对不对？你摇耍头疼，啊唔摇耍头疼，对不对？所以讲，戒经内底照顾病人功德就大。你好歹一个人哦，无遐容易啊。所以你看，家庭袂平安，按周围来灌输好好，迄个表现嘛，安尼你蛮多会到。无你蛮多，你讲你下骨，请问有可能无？无可能嘛？可能你你蛮一分，啊有一分的功德，但是你做恶有，都有做恶的功德，啊但做恶的心态就较济啦。大多数，啊你也无咧想哦，迄、那个中间的心哦，也无善也无恶，迄个无智。迄个刚刚的心情啊，行过啊，看到啥，告者，看到啥，迄个内心无物件，你听，内心无物件，对着剑，看来发抖，你这个心思，这已经修完了。这个心思呢，因为伊拢无一个心，也无一个动机，伫内底讲要做啥物行过，伊迄个叫做无智的，伊无力量啊，迄个叫心，懂不懂？心呢，一直讲安尼动机发动，就讲我要来关心一个人，要尊重一个人，还是讲我要来修法？哦，会当讲别个人呢，或者念佛，我也当别个人，成佛的时候，我也当度众生，是不是呢？有这念头去念佛，伊就有力量嘛，这叫做善嘛，善念嘛。如果咱对着见，看来解决代志，迄平常时拢在迄个无智的当中，拢是咧行路咧吃饭，做自然的嘛。啊，普通按这个心较济嘛。所以讲，咱的内心呢，你乃多好高。做恶念的心较强，你讲要念佛，即使你念佛也念得袂歹，但是你要发脾气，迄个顶内都无的，功夫嘛做厉害，对无？啊，迄阵就是看安怎呢？
念佛的是你临终的是，到你念佛的较强，也不一定啊。你最近在做义工嘛，对不？啊，做义工的是有做快乐吗？还是做困难？啊，如果你来做义工，人甲人的中间吼，有一挂过不去的，都有建立的现在啊。请问你念佛的是有人来甲你助念，啊，你要死的是，你感觉讲你都无做自在是，你会受孽的，对哦。啊，你看中人感觉较厉害啦。看你的金蛮多发力的，还是两个人交往发力，你来看啊，你来看平常时的培养啊。如果你要培养这个两个人心，你对心不了解，你就让你的那发脾气的心，还是让这个无名的心给撞来。伊随时要补起来，你拢唔知道。如果安尼，你想会当去的未？一定会当去的啊。看在我明天跟他这方就是我同奥天师哦，大家嘛讲我两个奥师。啊，就单纯啊，这两分娘，那麻烦了，麻烦了。还不知道这里管问，那对新的敏感度，对业务和选择，看挑战啊，差太钱。过去你看我两位唔知，我妈妈讲，哎、欸，你咁惊啊？你今仔日来陪我啊？万一两安尼啊？你过年当天讲你两分娘，我讲如果你有包含，我两分唯一好啊，其实哦。为家己好，啊，别人叫渣嘛对吧？啊，若是讲较好顺，我培养可以。讲诶，我拢为别人啊，其实为家己啦。我用一个例互大家听，讲懂不得，讲懂不得。安静的心也无认识，也无解。不管你从何来底，你的心也是大好呀，是不是？有清净心。你到底拢是清净心，不管你做鬼做畜生也是安尼，你表露出来是安尼。有些啥呀，狮子的对吧？加几天尿气，而且对比啊，其实这大只是它细只对吧？尿气外边你安怎？用啥呀？我咧甲你决斗，你会答应？伊个啥讲我未使甲你决斗，我无答应，甲故作个。伊只尿气哦，足艰苦。我这世界你唔能去惊啥，你遐大只我就唔惊你啊！我甲你，甲你调整，你更唔答应我。伊心很纳闷，伊就走到门口西啊。是安怎你会？你讲你唔教我，倒是你惊我啦！你讲我大人惊你哦。对，你嘛是做辛苦，对我惊你。你西啊，靠可能惊到两处啊！你心嘛想袂嘛？伊讲你是安怎惊啊？伊讲我惊哦，我也甲你决斗，我答应你。你会借着我的狮子王而提升你的荣耀，你有名著嘛，对不对？你有力啊！如果我答应你，我里面还其实就是讲，对伊来讲啊，对伊这样出来讲，提升他的荣耀嘛。伊出去搞个，伊的圣灵得主公我卡塞发达，是不是啊？伊是做荣耀，伊个无死啊！你才知讲第一个呢，为我家己想。哇！佮你个，我也敢看到，我唔笑死。我这大只，佮一个囡仔咧相拍，我看了几天相拍，我就唔笑死。我无面子。讲来讲去吼，我为家己啦。听来是要为伊嘛吼，是不是呢？其实无啦，系为家己，唔是讲伊惊拍水面子关的啦。我这大只，看你一个囡仔咧拍，你唔笑死个，是不是呢？有道理无？讲来讲去，我为家己。但是按照学金玉的事，按照为安事嘛，就是讲了解安尼心的事，安是真心要造出来，真心是为他而来，对不？他是为我爱子，为了家己嘛。而我爱子是为我自己而来。你按照对了的事，你就知影讲安这个心哦，随时会改变。啊，是安怎随时改变呢？因为对了见哦，进来我较介意。我就怀疑，伊去做对，我冇怀疑，伊唔是人才嘛，必人才个对吧？伊看到就顺啊。既然我袂介意，安怎袂介意？你去讲人才，我冇怀疑。真正，啊，你为啥讲这唔好哦？因为缘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今仔日讲就讲，大家唔好结个恶缘。啊，把这个生命哦，放长长来看。你也有修，你也有对人。哦，有善意，有一间感官的这个好处。来讲，
毋茫别人互阮好处，但是按内心迄、那个善念也是起来，按迄个欢喜心就起来。拄着任何代志，按随心就走出来，是毋是安尼？讲来讲去，即句话就是要教咱调心就对了。你对心也无了解，思想呢，拢在发脾气，啊，忍耐度无够，心法就无同款。人讲忍耐吼，会当互一人上庄严，外表呢看得够好看。伊这个好看，写出来感情吼，伊拍出来迄个光芒吼，蛮足少，互人有感觉，正派。一种啊，女将。生得足水，但是伊心肝无好，是毋是安尼？脾气嘛无，有一款查甫人，伊外口看足好，但是伊内心无，因为钱喏呢，因为过去哪有对人好，但是伊对人对心的根诶了解度无够，无够呢，伊就随着迄句话，随着人咧讲的话，而改变伊五官，生气就生气啊。如果这种人呢，你讲叫伊念佛，你要往生的机会是大也无大，一定是无大。你有时虽然拢在念佛，但是你对心无了解，你拄到迄个境界，临终一念的是现不出。有当时啊，安尼数代咧解咧分离的时候，迄足痛的，迄足艰苦的。迄种艰苦的是，你念佛的回头无行，你嘴咧念佛，但是心咧想迄个啥，你度迄个艰苦。虽然讲，你平常时有信心的是临终吼，迄、那个数代分离吼，迄、那个苦吼，减少一截。叫做做这，伊就袂当做咪着一条分离的结果性，很有关系。今我本来是讲要和大家讨论安尼啦，大家有想要讨论一下？譬如讲，我从前地方大家讨论，伊讨论有一个讨论的好处，虽然一听，不管是年轻还是少年的，讲出来无要紧，连一讲话，讲出咱心内话，啊，还互相讲，譬如讲我一个咧讲课。我咧讲，啊，甲安尼讲呢，会当互相呢了解，是毋是拉近距离？啊嘛，对迄个话比较清楚。啊，无恁听拢足济话啦，听听也拢袂晓用啦，啊，日常生活毋着变安怎？对无？听也是足欢喜啦吼，心就善，啊嘛就专注。但你讲袂记起了了，啊袂用也袂。是讲最近你健康做足济，啊，你欲做健康也是快乐无？敢有足快乐？并不是足快乐嘛吼。但是快乐内底是一个生生，一定有拄着啥物境界，啥物困境，是毋是安尼？大家遮就是讲要来做义工，啊，做义工，讲要接一寡资源，帮咱往生西方，分较有分。讲安尼嘛是对，但是啥物叫做资源？大家知毋知？咱嘛讲福德资源、地位资源，但是资源，但咱内心伊是接袂对搭，伊个界线是对。啊，是安怎去看？如果你对这也不了解，是你做出的代志的是变成功，不是你往前西方的主意，你会相信吗？因为你的心不沿着遐嘛，你的心不沿着空过来对面，是不是？因为你的心沿着空过来，对，就是讲我变哪做，我较内行啊，我这拢较早安怎，我甲讲你拢唔听啊，你甲沿着迄个代志尔，甲你讲你要往前西方这个代志，已经袂记一日啊。既然到袂记一年，那就是讲哦，一个人讲伊要赚钱，伊伫外口食好咯，伊特别有保险，过了好过，阿袂有买清楚。这个银子啊，伊朋友安尼在赚钱，啊，大家朋友相处真好时候，大家聊聊聊啊，开聊聊啊，跟你买主管的无啦？那无关系啊嘛，对嘛是讲条我做好客，阿你买主啊，还要赚钱，赶快了，是不是嘞？讲我要接主呢，我来做义工，要完成这个发挥。请问你有对有甚物困境无？还是讲你足欢喜的，你嘛会当讲？譬如我想要问大家，你做义工有欢喜无？对人代志，那你较欢喜；啊，对人代志会当互你感觉袂顺，较困扰你，会当讲？大家有想要讲无？你惊唔敢讲？哈哈哈！应该用套路来较好啦，是毋是咩？只有人惊较少。但是无差，你袂当五六个啊，五六个对无吼？迄在讲你这边只吼，啊拢围起来，恁只啊围起来，啊大家讲，啊坐较晏，安尼讲，讨论讲，我做义工呢，
会当我快乐是啥？这是一点哈，会当我快乐是啥？你一定有一个物件，你才会快乐嘛，无你来做甚物义工，对无？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讲，我有拄着甚物困境，我要来用，我要来排解这个困境，我有个心一个人来转，跟这个因果有关系嘛，跟业果有关系。大家讨论嘛，啊，唔讨论我讲过，嗯，应该讨论袂歹啊。大家安讨论看嘛，对，安怎一个开腔安较活泼，会较好。好，我安即摆分组好无？啊，等下大家安一个代表开讲，讲哎，恁讨论个到底是啥？啊，就认识，认识较要紧，无差嘛。比如讲，恁咧做义工还是村？恁做义工好啦，来讲做义工，因为大家平时较罕去做伙咧开讲嘛，是毋是？大家拢听过尔。啊，恁做义工，大家吼，虽然拢有设置见面吼，动一下头，但恁拄着咧境界是恁要怎排解啊？啊，恁拄着代志啦，伊是甲心有啥物关系啊？这咪最重要。啊，恁听着是啥物用这尔？啊，听听出这，但是用毋知要怎用？可能你用的时阵就是这里啊。有可能吧？不清楚哈、啊，不清楚了解了，拢不清楚哈。哈？我讲袂好哦，哈哈哈！我来讲啦哈。哦，会当无问题啦哈。哎，闽南其他较，关比较轻松哈。伊要要提哦，伊要要提。阮新妇的爸爸就对啦。嗯。哎，老啊，安患病吼，啊，到今就过年就迄、那个，我超半年有啦，拢倒伫农场，啊，拢伫农场就对啦。啊，倒开身躯拢已经变烂吼，啊，人是啊，咱咱拢伫往生啊，定定伫遐。啊，我就甲伊问讲，阮本来伫遐看，伊就讲唔好来。伊是算讲，伊第一回来嘛，先人讲爱有面子，伊不爱互，你艰苦的时阵不爱互人看。啊，看到我即阵就几半年吼，啊嘛是要做伊啊，啊嘛唔愿去看就对啦。啊，我是在五岁之前啦，伊讲面子要多，那些皮肤吼拢已经烂去啦。我想讲奇怪，啊这人又咾皮肤已经烂，啊人奈拢未想要往生的，常常做伊啊，奈才可怜。嘿呀、啊，我嘛是安尼想，啊，讲最近我毋知要甲开啥物刀，讲伊，嗯，我想讲伊也看我一直摇头伊，我咧想讲摇头可能是无安尼咯，我特别想一个疑问，讲，要管想过讲，啊，无你袂讲问讲，爸爸，你安一直摇头，啊，你是毋是无爱住遮，啊，你要倒去厝，哦，啊，互伊囥咧吼，王先生毋是咧看鬼话，啊，是住遐毋是足艰苦诶。敢那讲到一个上手啊，搁一个迄落安尼，逐工伫遐啊，敢那都并无落用人去啊。啊，这是安怎安怎解？你讲先这个物件，你无我嘛唔知。啊，就岁数也未到啊，是不是啊？啊，已经都讲安尼。啊，你看，安尼破病拢未死，啊，无破病都早都早死。你听讲这个物件，你个不？啊，我是讲，咱到底是安怎样？就是讲吼，做一个人，吼，啊，袂使讲吼，啊，各方面拢唔关键，死死的，往生有死嘛，对不对吼？啊，唔好有这个念头，啊，就是讲吼，伊既然安尼，伊的血小袂够，伊要叫伊死吼，无法通死。啊，伊住伫遐吼，伊感觉讲，伊这人爱面子，比如爱面子，伊我也唔知。啊，伊住厝人个来，人啊，恁遐人有恁朋友来看就知嘛。啊，伊住伫遐无人知啊，对不？啊，到底啊，无人知有病，伊有出一个人患癌的病例嘛？甲伊有关系啊？伊会感觉安稳，佮一方面讲，伊安尼，伊的皮肤拢烂起来啥吼？但是伊当然是无人照顾，伊只好护士来照顾。照顾嘛是办法，安尼袂好啊。啊，袂好，伊当然嘛袂袂变好啊。啊，佮无人照顾，佮无方便，你佮较惊。生活太难，我想。啊，你也比较烦恼，人袂心袂平啊。就是讲，伊拄到迄个境界的时。安要安怎来陪伴伊行最后一段？
真就是按例行例行性的事。啊那，你佛经咧讲哦，啊那请诸佛菩萨长久住世，啊是讲请主持，啊是讲请这块书啊，你请人长久住世，即个讲咱对方即条吊起，长寿而已，各国代表的起来啊。啊，既然一个人破病，伊就是做艰苦，你表示讲伊无妄在，伊就是做爱民主的，是不是安尼？啊，你应该都爱听到伊的心声，啊来好好的照顾。啊，不过伊阁未晓讲话。哎，讲讲话，你讲话伊听就好啦。哦，安尼啊。对啊。叫阮师傅讲话。哎，对，讲一寡伊欢喜的，啊，引起伊的信心，还是讲叫伊念佛，啊，叫一寡讲一寡好的，无讲着伊歹啦。你袂使讲话，你看，你较早就对我无，你即马袂讲话，你各种物件全部交袂来，你看。好话加甲讲一下。哎呀，囡仔，你能讲着歹话，你再笑的话，会愈讲愈结个咧。哎呀，结果是。哎呀，全部讲话袂会妄想，但是安尼心态会较早死的，安尼袂使，对无？讲一寡新的物件吼，迄嘛是讲咧培养的心智，因为安在讲这人老大人吼，伊有少的心思，你像我爸好啊。伊就讲，伊从伫美国诶时，我小弟拢差袂离船，我当然做客。啊，伊嘛是讲，这个人无啥意思，死死的，啊，死个最好啊。我讲是安怎无意思啊？你都无滴个，啊，够无道理吼。我叫伊等下台湾，你再来等下。伊讲闹鬼了，等下必然去，因为暑假嘛做了无好啦吼。啊，好像伫个，去当然做客嘛。啊，是啊，伊也袂甲你动啊。正好，我即款意思就是讲，大家心术无同款，你啊，因为有一种人，伊是求生欲较无偌久的，伊虽然倒遐，伊嘛够慢。有一种人，俺嘛唔知伊的心术，但是俺爱就是好，伊能快乐。啊，故宫伊若是拢会拢，人家要甲创啥样叫他叫他。哦，啊，你要头就无紧啊，你讲无爱听，你会当家己辅助，哎呀，无爱听就讲一句话嘛，啊，你遐看伊就欢喜啊。哎，你无通去叫耍生人来看伊个话，哎，你知个个性就真直接，互伊通欢欢喜喜，下个意，安就好啊。对，安尼心就是安尼。那是讲你会讲两句，会讲互伊笑人对我安尼讲，啊是你会讲，哎，你来讲一寡回头的故事，啊是讲新的故事。伊讲你当听哦，嘛无聊，我你两句话嘛较有聊，对不？哦，对，有安尼个意，个意，意你欢喜个。那本来无啥物好做，但是你嘛较会无聊。这是我神经的对了。你无看看早吼，一个问题两部车，伊讲吼两部车遐有烧，我咪甲加钱，安就对了。因加钱我两部车拢往前坐吼，伊讲贵我阿你买一部，你开来拢记着我往前坐吧，对吧？就是讲，你叫我甲你加钱嘛，啊，甲你特折钱就对了吼，你开来记我嘛，啊，开来记我白人，你后靠也去上镜啊，啊，你有也去上镜，你两部你就较有机会嘛。所以我看到是生来在讲，哎，你这人考了袂歹哦，啊后边吼，后世人你来看我吼，啊都留了我钱，那个叫叫啊耳光轮安尼，都下都安尼对。哎，讲我较有这能力啊，伊讲无安尼来小打一下，较好，打一下你会较强的对嘛？是不是？哦，哎，但是我记得你安尼对啊。对，我就来讲个形容意思，说因为你阿讲你两分会做好，伊政治内底有一个两分的思想力啊。啊，总共伊唔是。伊唔是嘛，看到两部的政治，对不对？伊咧信心，你无就知。哎呀，咱唔是就歹讲，但是伊有看到迄个政治，有一间呢，有迄个人在开，就是讲你好啊，心态就对了，对。谢谢。安尼较好啦，道理较顺啊，哎，啊，免搞反正讲伊会记袂记啊，哈哈哈哈哈哈。哎，我们这样嘛，袂歹吼。按一定吼、哦，不管你学啥就对啦，爱做家己。啊，别个人，人咧他人吼、哦，是讲有人帮忙，迄是上好，上好就对啦。但是咱帮忙啊，是有一段时间嘛，嘛是爱靠咱家己用功啊。是大人互按去读册，互按教育，啊嘛爱靠咱家己。他个社会，你都靠我同生活。就讲无教人家，老我做请有做一款出来讲课。那是伊的底薪，伊的点，但是他嘛爱去家己。如果按老多年纪，咱伊较会知，是不是啊？感官艺术啊，可能个人咱只敢睇点尔。我伫只讲课嘛是专业，拢是啊。
但是我讲过，唔代表我足厉害哦，总有时阵不一定嘛。好嘛，你讲我更厉害，改变我的人生。麻烦代志，靠他人，是靠起先那个因迄个业，而到尾啊，迄个因入面，那靠家己。那这个时段，赶时段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但是你用空用空，嘛就来看家己啊，对吧？拢靠家己，啊！你这个囡仔是大人生出来有过来的囡仔哦，囡仔个性拢无同款，甲过去的变有关系，啊！佮你即马甲教育嘛有关系，拢有关系。所以你若得到一个好老爸、好老母，啊，你家庭足好，迄就无同款啦。啊，迄就来看你过去有咩福报，如果你也无咩福报，那有可能。你有看到有人哦生出来，拍个大汉，是不是安尼？有细汉呢，就比较伶俐啊，会歹啊，好不无够，伊的恶形成是开花就对啦。所以讲，咱一定要培养我的人心，咱这个人心的善念嘛有。你平常时人跟人的中间有一个念，我会尊重他人。你若尊重他人，就是一个善念，在人心内你跟人相处，那你感觉人足开化，你跟伊做伙开讲无压力，那你感觉你这人真好爽。你的善念嘛，有的是你甲感官用你的善念去来念佛，有迄个能力无？感官有迄个能力无？因为平常时按无迄个能力，无迄个善念按住在内心，你讲要念佛嘛念无啦。你平常时我念佛，因为你念佛嘛是个善念，但是念佛善念的是你有法当然按住在念佛内底，你咧做别行按住一个善念嘛是感官呐，是不是呢？因为你有一个习惯性。如果你这对心对安住这方面无法度能够去理解，那么无法度能培养，这个就袂调啦。有一种人，你话讲看伊看到这，目睭就咧沙微，啊就咧爱困啊。吼，啊连钓一干物，伊就坐袂调啊，脚怎啊摇来摇去啊，坐不安，是安怎？因为定性无啊，并不是好培养啊。感官意思，你念佛的时候，那你念念，无念佛代志哦，讲你念佛的时候做代志。你有感觉无？教迄个经验，你念佛念佛，那囡仔在耍，哎，后就袂过瘾啊！我即马了袂看，有无？心也提袂落，啊，唔着是念佛也袂过瘾啊！我搞不清楚。就是讲，你念佛的时候，你就该念佛；啊，你平常时呢，要看啥物件，要做啥物件，你很专注力去做，你去做咧背，因为你专注的时候背，讲你念佛的专注的前行的对无？你看有人，你看物件，伊看得出透体，有无？有人你看起来模糊带过，哎，无同款啊！迄、那个专注力够，你家迄个专注力，你有一个念头就讲，我要念佛往生西方。我平常时呢，我念佛也无认真，但是我做代志，我才要专注力。我这专注力就是咧，怎？你个念佛的时呢，变成用掉，变清醒了。就讲你咧做这个物件专注力，跟你念佛的专注力是有连线的了。这行鬼，你这行鬼，啊，主宰就好啊，主宰。现在那两分钟，两公里数未去够，公里够未数，然后未去够，啊，掉价在，是不是呢？啊，听下那些讲，哦，做年轻人你主宰你两分，其实是散乱对不？主宰就归主宰嘛，是不是？啊，我当主宰都掉两分钟了，干嘛当？两行做不好。这个地方呢，所以你不用你专注力，后边就是要念佛。啊，念佛呢，就是讲，别个人往生西方，还是讲别个对面，各种无要紧。平常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拢是爱注意。讲安尼讲有理，有理嘛吼？大家有啥问题？啊，若变啊较轻松嘞。比如讲，对着境界，啊，对着存，啊，对着你的修行，还是讲你的力量对甲唔对，会当互相提升到。其实讲遮侪经典，讲遮侪论，讲遮侪道理，就是要咱修心啊。啊，你心也唔知要怎用，你就无法通改变。心质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无法度。啊，最主要讲一见即行嘛。哎，有迄个正确的观念，你显开，不管你念啥，持咒念佛拢是对的。如果你念对的时呢，
你你的你的观念跟佛都无相无相应的嘛，对不？你用念佛会当去吗？好像你念佛在去，跟那个那个那个佛的那个那个理念拢无同款。有时间佛要教你讲，哎，啊，跟人讲话到无同款，你就离开啊。就表示讲以见取行啊，按你见解有理哦。比如讲，大家谈这个社会，你看我刚刚讲，按这个社会是咪做个？好，但是按做言的是很有言呐、啊，很有言问，按那相处的是应该是比较好，应该共情安尼嘛，逻辑来推嘛。结果呢，这里刚大家为了代志的是刚好较好，可能见解无同款嘛。啊，见解无同款的是钱嘛。啊，平常时按都是讲你好，啊我好啊，大家呢拢会相问。但是拄到见解来是有利存来是就对啦，有意见无同款的是钱嘛袂合。表示讲，伊个好是表面个，那你讲一句，你就忍袂住啊！啊，伊个好是毋是你以为我这样做好，但是你也该做好，你才讲这样无好，对不对？啊，就是爱时常做好，时常探讨。啊，你讲，还是讲你做啥物任何工作时，还是讲是纯要甲人咧咧相处的时，你透由我们在水果这个管道。啊，或大家有一个力量，互相尊重力量，和互相会当成长。啊，甲心调发柔。啊，这种呢，哎，做任何代志，伊就做顺。先跳过一下，还要讲吼。今无相关论，好，咱就来后面谈。进降伏啊，那这部分我的感觉就是说，类似说我们学佛以来，其实进步有限。那以前我在经院的老和尚一直教我们说，不要一下就想要断烦恼，从薄贪嗔痴开始，让它淡，三毒慢慢淡，那你就比较有机会。那我的认知就是说。那要从哪里开始去淡？如果类似儒家思想讲法是说，清心寡欲，把这个欲望减低，啊，清净心慢慢来。那我想要请问法师，就是说，这个要降伏，要从哪个地方来着手？那是不是要从空性上，或者从哪些典故上去用功？或者是从周遭生活的方式去慢慢的去把它降低那个很多东西，不管是欲望或其他东西，就把这准备开始。问题问得真好，大家听好，先生哈，您讲的断烦恼，您看有可能马上断，无可能嘛哈？一间厝要起起来，一定爱有地基，爱有啥物足济因缘嘛，慢慢来。但是你对佛法无足了解的是，你讲要断烦恼。但我都一定要用空性的角度，空性的力量，对不？为内心为本，一个烦恼的种子。但是一般来讲，就讲你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老法师开始讲，爱慢慢啊淡薄，淡薄伊就是讲慢慢啊调调伏烦恼。那你要调伏烦恼的是，哎，大概你安怎解决先？像恁有年纪的人，已经这个世间行遐久啊，你应该有足多经验吧？你敢要讲讲嘛？我是感觉，但我个人经验都卖个瘾啊，卖个啥？卖个瘾啊！不要再太多回答，随他意了。哦，反正调伏自己嘛。哦，反正你要是你的意思是讲，跟你讲讲话中间，啊，你有个性造出来，你就感觉得对。对，假如讲吼，更引起伊的烦恼，嘿，啊，所以不如咱的意见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啦。啊，本身家己哦，要把这个，就是讲，照我拄仔讲个，尽量看好家己啦，啊，仔细观察啦。讲，哎，我拄仔安尼讲是，你对我无满意，
不如以后这种来讲讲。是，这是一种啊，好。啊，刚刚有人要提出经验出来，我感觉你真好啦，对无？因为虽然有虽然经验嘛，有人讲哦，包括你受气的时候，一个深呼吸得好啦，对无？啊，一个深呼吸就咧缓冲迄个你受气迄个力量啦。这嘛是种调伏烦恼一种，对无？有人讲，哎，你甲你讲，你都歹看就好。哎，啊嘛是一种。有做一只方法嘛？啊，无恁结婚的时，恁甲先生太太咧卖下的时，敢会相差？一定结交有一寡意见吧？安是安怎调好？还是讲你甲爸母做伙是安怎调好？哎，既然个既然要相处足久嘛，迄是无简单，一定爱有迄忍耐性足够的。因为无同款的力量，无同款的个性相处在做伙中间是困难的。调伏烦恼，问题就是讲，你是到底要调伏什么烦恼？你是不是要先认识烦恼？这是头一个嘛，对吧？那你要认识烦恼，你才能够了解烦恼。所以呢，经典来对叫认识烦恼的体系，烦恼的特质几项。你认识烦恼。然后你才能够了解烦恼，你才能够做烦恼，对不对？它有一个次第嘛。现在迄个观众里头一样，我看嘛，你们接到我观众，我也可以重视到这个方面。中师大的170多页吧。这，我您看一下，您看的前车，这不是我讲，这是经济来对所讲的172页。172页倒数第二行，导数第二行，以这个哈，这个章节在讲哦，烦恼的过患，欢乐不算恶处，一点不恶处，拢是歹啦，对。欢乐啊，吃起来哦，脾气的话，安尼大家嘛平平安。伊说，这个哈，172页导数第二行讲，如阿难若斯言，如果要断除烦恼，必须先了知烦恼的过患。欢乐对岸有啥物帮忙？那就有帮忙嘛。我规划要袂平安，我今仔心情嘛做歹，大家吼拢有压力，是不是安尼？啊，会有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要先认知烦恼的过患，啊，烦恼的性质、它的底下，才能够对治烦恼，对吧？叫如下，那生烦恼的因，伊是为对来。譬如讲，这人伊也变讲到，就变到我上山，我对着这个境界，我就讲，伊破就对啦。因为伊会引起我的烦恼去造成，所以讲，安尼个人喺讲话中间咯，啊，上面讲伊，安那讲到话，伊肯定愈欢喜，像伊在讲安尼对无？一方面就是调我的心，既然我。你甲伊讲话有一句话袂合的是，啊，我就敢讲，你毋是讲你要敢讲就敢讲诶，有阵你个动作袂调诶，对无？你嘛是安尼吼，那就机关枪就拔出来诶，是毋是安尼？你平时无这个功夫的时候，你讲要动袂调。你是怎样话有来遮拗一下啊？问讲，伊讲做事要改，伊嘛做事要修，但是我会当原谅伊两遍，第三遍我就无法度。你就讲一方面讲，就平时无想要修。因为新闻这段时是种情况，伊平常时无咧做功课，啊，拄着电话挡袂掉，是毋是咧？啊，你讲个讲，伊三遍肯定做定啦。啊，这边讲，啊，第二句嘛是第二遍，啊，第三句就第三遍啦，对不对？啊，我都这句话就讲出来了。所以，你要调伏烦恼，一定要认识烦恼。
啊，认识烦恼了呢，比如讲我今仔日甲人讲，我有一个个性，啊，伊嘛有个性，我今日个性两个摩擦，可能意见袂合嘛。那意见袂合的中间，你怪别人还是怪家己啊？怪别人那对嘛吼？怪家己哦。哎，怪别人讲恶有情如空，对不对？哈，这个性就作伴，得处拢是，是不是？听起来就怪别人啊。哎，讲非人尽相互，但是他只拍两对啊。你只要那几个几个搞不好，机会几个几个，然后我可怜吧，把他手断去，你嘛把得了，对不？得好回去。所以讲，完全只分心如破一切敌。外口你看这几个人，你大家拢看袂他，因为就是看袂他，反正来造出来嘛。啊，你看袂他，你变好别人拢来顺你，无可能。好安的心调静，认识烦恼。哦，我这个称心是无好的，我这个脾气是歹的。慢慢啊呢，你也了解是哦，我日常生活才拄到这个境界，对不对？因为你拄到这个境界，不管你在做物件，你看我做这伊拢唔食，啊，这有钱的，啊，你有够浪费，啊，叫伊食，伊阁唔甘愿呢，啊，你看得起，啊，这是称心。是啊。在那边死，还不该吃，还是按照吃就要养。他说煮菜啦，我知啊，因为我当开个餐厅，煮菜就会困难。要让人哦，吃得会好哦，就吃饼就对了。煮菜就做辛苦的，很想赚钱。表示讲，不管在任何时段、任何境界，人跟人的中间，不管人家比开讲，拢一定会安尼烦恼，一定会造作。有一款意见无合，一定会造作。啊，无呢，意见面下就是安尼，东家长西家长，偏偏大意，对不？啊，咱大家听下话嘛，是会合。所以呢，安尼嗔恨心随时拢会造作。安就你得来认识一切新的事，安怎开始造作？所以讲，由知过患，啊，这样这烦恼因无好处啦。安得要把烦恼呢，观为是一种过失。就是讲，烦恼一定也无好处，烦恼呢，也会害我心情坏，害我呢，甲别人相处袂合。所以一切人呢，这个烦恼是好也坏，坏嘛。所以我要据为厌敌，把当作是敌人。这个敌人是外口这个人哦，伊甲我个性袂合，是一定是敌人哦。是我内心你无欢喜这个人，所以我咧掠狂。这个掠狂的心是啥物啊？是咱内心嘛，这个敌人。啊，这个伊这两公是去贪还是嗔？两公一定是嗔嘛，啊，所以嗔很炽盛。啊，嗔很炽盛，你贪开叫开叫，对不？嗔很炽盛哦，贪开叫为中间，爱就是两嗔。为贪嗔痴嘛，你看你的脾气对中无好，啊，你啊一天内底呢，拢食发生，你应该着迄个哦，应努着你的心情，应努着你的生活，你着先该掠迄个起来，啊，着降服起来。先甲相互甲教乖就对啦，袂讲互伊一直恶业。反过来，安那下不下个一段空间的时呢？安对空性有了解，安零种子，空性的那么零种子，我甲调起来。你刚开始在学佛的时候，你用空性调，最后把它拿起来也可以，但是不容易。你从业果里面引起法，开始下手。落手了呢，以后你对整个空性较了解，为初性了了，了解不能为以为。以为就是讲空性的物件，那就是一个沙土无，伊个垃圾，因为说是毋是外口先说开对无？啊，说说呢，有一种个乌目弄着啊，说袂清楚，袂清楚，恁就搁买一别口药有无？其他个讲空性的物件，看起来维系的，啊，无说清楚的，搁来说起来，它有一个次第，所以你要先认识烦恼，然后呢，了解以下面特性，伊个特性是贪还是嗔，然后呢？把思维，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拢无好处，把动作，我内心这个贪嗔痴，就是重的，我快乐的。这个呢，就是敌人，不是外口，外口那个是敌人。你个外口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跟你嗔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安在这个这个贪嗔痴。啊，这个厉害，因为厉害不容易啊，因为千变万化，必须是有你的个性啊，你无赶快你该多造出来。是不是呢？你那边个爱情嘛，你不好伊啊，伊个你受，你个受气啊，你是不是嗔？
但你今天都跳啊，你今晚不跟你想，你不跟你，你特别，你不跟你讲一番妄语话，你今晚又跟你塞奶啊，你讲的又不是钱，你还认识烦恼对不对？认识讲对方，不管用任何用，你还有什么钱啊？同样道理哦，我内心哦，要贪要嗔哦，我是要我就是要哪，要互相爱话啦，是不是啊？因为无感官，感官造出来，我们才认识。但是按贪老无法度人家维系啦，按老去讲本来阿紧，那就搞起我来。我今天呢，你也要俩针，你也能讲即世啊？你最近的心情我无好，然后你跟我讲的，我脾气都无好，我无耐心，我这个无耐心，一直嗔的之分，对不？排斥嘛。然后呢，你也是讲，我从细汉到大汉，把我交的朋友，我咧跟人做伙，我这个排斥心情也才造出来。如果才造出来，伊就是你一生中的重来着，和你的无人用，和你的运气也吃歹，就是质量重来着上大。啊，所以如果安尼呢，我今仔已经啊对峙起来，爱甲含糊起来，爱甲改起来。啊，你改起来，你个时空太多咧讲，时空伊对我是无好。如果啊好，我今仔未来呢，就是无好。我这个个性当前我失去足个机会，我跟人相处也无足好，我心情嘛吃袂歹，我八顿就低，人就少。有你安尼想想呢？哦，因为我的性质遮歹，就是容易害我，害我吃袂发脾气，对不对？忍耐度拢无，一心啊家庭的平安，想想的我甲对峙，啊你对峙我就讲，我即摆呢，我是真心，真是一种，装个假真心。但是你今仔日用功，真心会造出来的，一定会。今仔下回来，你难讲拢无去啊。但是今仔真心回来，贪心做造出来，啊，你俩贪啊，别两嗔。啊，你啊俩贪的心，你都啊，但你都有几个吃都造出来，你几个都俩吃，你心善了。你应该是俩嗔为主要，你听有啦？啊，贪呢，啊肯定平安。先把它配起来，对，不是主要要贪的平安。如果你今仔回来哦。你看我贪心也走来，啊，嗔心也走来，嗔心啊，一点还会拢乱去。那就咧做鼠标往下飞，下飞，啊，头边又换好啊，赶快拢乱去啊！所以按台湾人讲，啊，一年换二次的头边，无主见就对啦，啊，无一个定性，就是讲你两嗔呢，你一定爱两嗔就好，你两下只两嗔会到两贪，啊，你两下会啥啥，啊，到底是要两嗔啊？嗔也无力量，是不是呢？啊，改不起来，脾气也无做好。啊，他嘛是赶快那里讲，因为你无专注力，所以俩针就俩针。啊，贪来时呢，它就最主要不是你主要的敌人，它是贪，我们迟早要把它对治的，但是不是你现阶段要真正把心思放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能开五分的十分，来讲你有十分的力量来对治针，但是如果贪来的时候针没有出现嘛，你可以花一点力量，花二十分的力量去稍微把它降服一下就好了。但是你还要赶快拉回撑这个地方，守住你不要有撑出来。你不要撑着，你不要说我今天被主逼打赢，对吧？我今天要对你好，对你好，他的相反面就是撑嘛，不好就是不好嘛，对不对？相反面就是不好，我要对人家好，那相反面就不好。那我对人家好才能够制造我的善根嘛，是不是？哎，然后呢，我对人好，好能固为的无去啊。对这个不好的心、排斥的心的造出来，还是你称造出来啊？我怎么会对他不好？因为你有一法在内心用，你才能看。你如果在那假发呢，他们弹弓哦，称心，给他们不造出来哦，我称心，哦靠腿，你别用你的血光看你的心的过，用你的血光都快点练称心，血光那不称心的就造出来嘛，就是无血的你家，是不是嘞？啊，我你要弹弓别来弹，够难挨的弹。就是做这个安利用，安利用对了，一定要换一个法。那这个法就是皈依法，就是皈依法。那皈依法呢？你对了境界，你知道你的习性展现出来，你真心那是安心。那我现在在做呢，我就是要关心他，你持心关心他，我要恭敬他，拢会使。你用这地方来做几摆，你做几摆吼，你也是讲这个中那个尊重人。哦，我就会尊重你，尊重你来这个讲到来，我尊重的是你生气排斥，我会尊重你，而且我慈心，慈心跟尊重无关的，无关的嘛。因为我对他好，所以我要尊重你。如果呢，我跟你开讲，还是讲相处，还是讲你料理家庭好了，我讲啊，伊拢唔敢应一句，我是咪做牙膏，
对，我不是要关心你，我要骗人的，是不是呢？哦，关心呢，你的定义是啥？就是按很真诚的对待他，是不是？然后呢，我要替他设想，啊，所以你替他设想，你的心比较强。哎呀，那种阳光这句话你袂下听，立马袂马上就发飙。如果你也马上发飙，是这个，你的关心你的都无去啊，所以你那个格局会开始扩大。啊，你的对他，你那个专注性会很敏感，因为你看，本来你该该想妹妹哦，我是这么哦，今日要关心你的无，我平时我就去聊讲啊，对不？虽然你无去聊讲，聊了他烦，但是你嘛有进步了，你看，那你的心就会慢慢收缩。在关心他这一块，你的善根就出现了，你的善根出现，你的真心都被出来，都被你看到了，你才能抓，不然你怎么抓？你用一个法在内心里面，你怎么抓真心啊？当你发脾气起来时，哦，这个是真心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你要学善法，我被关心你，然后呢，关心对不对？对是真心，自信就是真心嘛。那我被关心你呢？对不起，我对你不用写吧。但伊真心来照顾我们俩的，而且照顾到俩的，是不是呢？那是讲你伫厝咯，倒来你甲接，接下做接去。但是伊回程来，你是不是就快点？伊也人乌白乌白疼，你是不是快点？咁个意思啊？你平时有你关心这块倒来亲戚哦，那乌白疼你也袂注意啊？注不注意你也无感觉啊？对不？咁个意思，注意安尼心嘛是安尼。安尼就是讲靠我同阿公，无你讲真心来，安就靠买有啦。那个老北方买草原，一种是叫对峙，一种是卖草原。卖草原不是讲我咧惊，包括我们觉得对峙真心。对峙一点那个心呢，就是了知他的过患，了知他的特性，对不？然后呢，我要思维，他只有对我有害处，然后我要把他当成敌人，而且我要把他对峙掉。这个才是修，这个才是对峙，这个才是降伏。如果你回家呢，思维他的好处跟过患。我们回家，我看视为敌人的地方，都不是在跟烦恼斗。但你得靠，你要跟那个真心的烦恼哦，你得靠我了吗？五节一个对立的地方，对吧？啊，我里面要对立，我里面要假发的当真心来，啊，我安别再发脾气，是不是？那就习惯了，顺爱心一法安住，这个叫正念，才有正知。正知呢？锁住你的手，你的戒意，不要挨着人，一定挨着人这些戒意，断恶修善，防秽止恶，够还有力吧？那你看，看他刚好安，不用安嘛，对不对？我们大嘛，对吧？哎，但我那善根哦，就是这样浪费掉，你就是换一个善根，啊，然后去操作，你也刚刚在操作，我一讲。你那个脾吼，那个人要发脾气，你马上就脾气了。啊，那个不是你看别人的，因为你有那个经验嘛。你要发脾气，拢会动作造成，做一部分，然后就看那个情况了，对不对？眼睛拢会看，那你是看出来，那是人，那不是看别人哦，那是为家己反映出来的，因为家己本来就是安尼。虽然你讲，哎，有些话是特别讲，你讲嘛，我唔会讲，你讲我家己，我看到我家己拢是安尼哦。你有这个经验，你看别人心情有，感官有嘛？有同，那么同内分的地方，感官内的朋友就造成。如果啊，先啊相好来，相无了，以后按得着上来，得着无灵灭的心，跟对空性的了解，按开能够把那个烦恼给断除掉，一点钱，那就是彻底。我讲我看他不有句话很空闲啊。空闲，我们都很学习，那很高妙、很深妙的。但是呢，我看脾气我怎么办？空闲，看脾气怎么办？就气啊，是不是？那空闲看很微气嘛，哈，一很微气，特效药啊，呢，他特效药一个了不得啊，呢，他全用空闲，啊，还是表示对空闲不了解，对业果不了解，你把那个质量嘛就不稳定。啊、你要把这这种问题是你们哪会，我都哪会的，不是。以今天来电哦，加出个，你也可以来看哦。有，每个你讲按照操作，按照操作，啊，你也我当操作，你按哪用，你用下就行着，就知道来的专门来控制，怎么调换？够没得了。
都会当问啊。规日按啊做者总结，后一个问题啊，是讲你有疑问，还是讲不清楚的？按互动，嘛是有足侪受益。这条讲到重点啊，吼。啊，我就是要学这，然后要学那，要改变人心嘛。有的人讲到这，啊，你嘛读到这，但是生活无当用，开钱钱做比较，我下辈来。囡仔讲话无客气，还是讲别人讲话无客气，按有阵时啊，阿弟阿爸，我今仔一穿海青，今我穿落你就知，对无？哎，就是心无物件，唔知我下过是啥？啊，你不知道水果到底水中你就会迷信，啊，你若迷信呢，你好像无法当成就。因为本来就没嘛，对吧？我们去给你拍片，给你我拍两个花朵啊。可是我两个人是嘛，两只股啊。公用公嘛，不是用公，公用公嘛是用公。你靠你个人力量的对吧？你在公文变暗下弥陀经变东西，这两个各讲几句啊，打完折了呢，哦。这个呢，对高低也无清楚，啊，将来起码不要看。啊，你讲话你两两没有让听嘛，啊，你容易，因为你对新闻了都完全调查嘛，你讲你听，变拢听嘛，你讲话听。所以阿弥陀佛讲，你要皈依，对不对？什么叫做善法？你也搞不清楚，啊，皈依，你信怨恨，信怨恨就来表达你的人性。你真的相信吗？你还是具体点还是另外两回多？我看牙牙医，是不是？你都有困难的时候，你有人会倒好吗？没有。你规个心情很焦虑的，对吧？最高上面第七根，根本第七是爱，但是你不会从业果去探讨。我来你这方哦，忙着贵的时候，两方面都会。我往前呢。哦，那就无好交保安的阿弥陀，迄个平时那阿弥陀佛的概念滴，迄是对，迄是好，唔是歹。就是讲，啊，你是正经的念阿弥陀佛吗？正经的皈依阿弥陀佛吗？我们的信念真的是那么强烈吗？按我们调查过无，全天讲话拢爱话，啊，就按你点解安怎，佮讲佮条条有理啊？你对个境界是，你是怎对个？啊，你看下在讲阿弥陀佛是无境界啊，对吧？唔知。啊，你就不相信，并不是遐不一样的。我说你对这个心无法通操作的是，你讲你这个人要有气质，你的气质嘛会造出来，你的气质一定是邪的气质吧？是不是？袂讲我们做何爽的气质吧？有一种人，你用看着，你看着愈欢喜，你的笑，安怎看着欢喜个？奇怪，迄难怎想的吼？迄个未破的心，未应用，哈，未对的心，你调查了做清楚。依靠能改变人心，我看的话依靠不掉，还得是个人，所以要认识烦恼。你念佛还是要认识烦恼，不然你的善业不能成立。你有烦恼，你怎么会有善业成立？对吧？那烦恼有几把的嘛？烦恼发生以后，我后悔啊！所以我们两份都有层次啊。啊！你这个我讲清楚，你讲你发动去，我改心了。我发动不是两分，我起码不是两分。啊，看到两分就是那个我妈的，啊，做重新做重新。但你该破脾气是破脾气，是不是嘞？心情没爽快嘛是没爽快，我发动改。你未使讲我没爽快，那要想阿姐咯。唔是嘛？你想阿姐，你都没爽快，佮你来对啊？就讲你暂时无心，你佮你来对啊？政治啊，对不？伊唔来对，佮佮要爆发啦。虽然讲吼。你经过来，你讲你唔难看到讲这唔对的代志，世界上代志，你不要把它模糊过，不要，你一定要把它调查出来，好好查的，是不是嘞？唔是讲，就我刚才多里增加了三一半米有差了，我讲你不会安排讲，我看到差了，
你知道安尼嘛，对不对？出伫外口人咧化妆，你讲无看到在咧困到咧，困到安尼，家家己目睭看着，啊为啥呢？咱内心哦做了唔对吼，咱暂时无当负担，咱停一工两工，慢慢啊安都有情，心情较爽快，较静时间是讲我迄工啊做了唔对的代志，应付着别人，啊迄个念头啊是啥无好，咱慢慢啊也想出来，啊以后呢奉承对无？啊唔对，怎么？你经经过安尼讲讲嘞，伊讲伊若困着小代志，讲我无辜啦，啊唔好啦，就是安尼。有人讲放喺厝边头，会掉掉。你若讲用暂时讲买厝边头，心就会开花安尼是掉。啊，你讲买厝边头表示无啦吼，安尼就唔掉，因为佮伫内底，人家佮造出来，你叫佮袂臭。所以你无看哦，伊也讲个烦恼这嘛，这个物件哦，它是你跟他讲，它是非常微妙，懂不懂？因为你也无了解，你无法容易把对治，因为哦，伊其实做厉害啊，伊哦呢，伊安尼哦，安尼对啊，从古无数以来哦，他就直接有操作个。你讲一下那个裂开哦，那有可能啊，真正不太容易的。所以我就不能看这个所在，很多人讲讲怎么样对治烦恼嘛，对不？那对治烦恼里面呢，我当下按了都得做些健康的事，阿妈是无依化的，俩一边掉，你那几个发干，那几个发胆呢？靠个人练，所以一下子我讲哦，特别要看。你可是190页咯，啊，足够袂现只，一摆到900页，你较早我就捌讲过无。但是哦，既然问到这哦，对有烦恼这哦，按你刚讲话前头，因为198的导数第一行，入心论，这嘛今天不在讲。一共呢，我应记恨此，以此共战争，如是向烦恼，除人坏烦恼，我临被烧伤，后被断我夺。难以烦恼的，终不应其境。就是你讲啊，伊讲我应该哦，记恨烦恼，因为呢，伊是害我到要死，害我咧轮回，害我吼甲人斗阵拢袂下，害我白人伊下去就对，啊，做来发脾气。就记恨以此，这个词就是烦恼。我要跟烦恼呢，以此烦恼呢，共同来战斗。我要跟烦恼斗。既然你要要改脾气吼，搞遐容易，无遐容易嘛，对不对？你一定爱想讲，伊对我有啥物好处，啊对我有啥物坏处？其实拢无好处，只有坏处。你爱想歹，惊着着伊，要搞害，害我无法当做人，害我平庸指指点点，害我做无民主，是不是呢？这个频率较着高啊，无必要高。所以呢，但是伊是我内心呢，伊就是我的心内底，伊我痛苦的，所以阿要快乐也是心。没感觉的心，啊，既然快乐的心呢，当然多起来；不快乐的心，当然该裂掉啊。所以我要跟他斗，如是相续烦恼，如是相呢？所以我首先要认识烦恼，它的形象是长得什么样？这是相烦恼。如果这个烦恼来呢，我是贪，那是嗔。你看哦，你既然还没跟我讲的，哎呀，说给我，讲给我，啊，我不听得无满意。我把这方面给纠结，我不管别人话给你丢了，但是这是不是啊？你的相中表露出你是嗔。你可能未爽快，人讲无讲话吼，来怕死人，对不？为人迄足歹人吼，迄囡仔吼，你讲未甲伊讲，惊伊目睭来看伊哭出来，是不是？惊死人就对了，迄个眼睛照出来吼，怕死人啊！所以呢，我要认识烦恼是贪还是嗔，它是怎么样出现的？
我内心是有这种的个性吗？如果啊有呢，我一定要把它坏烦恼，要把这些烦恼呢，起把它做起来，我要破坏它。所以这个哦，周主在这里讲呢，我都有这个境界是，我宁愿呢被火烧，被杀害，好那个我那个短头的地方，我不会欺认，我不会呢认输一方。所以那一烦恼前面我始终不欺进，我一点没困惑你的地方。你烦恼的烦恼都是当时我跟你讲的嘛，那烦恼来买草里头了，你想买草里开始对烦恼，好像不是对治烦恼嘛，对不对？哎，你怎么对？所以如果你对治烦恼一点要解法，啊，他五天的，难怪你有一个善法才能够抓到一个恶法，它是对立的。我那个两头都定的规矩啊，如果你有些人我的用功啊，你讲。你讲我在看望你做用功，刷五卡啊啊！你用功，啊你刷五卡，你用功，大家嘛你用功，我刷咧，你清洁队做做用功，是不是咧？就是讲你内心有一个法，我刷五卡是为着啥子刷？刷五烦恼症，因为我刷五卡帮忙好出济人，你快乐就轻松，啊那卫生较好，去搞靠边方面，对对卫生对吧？环境好啊。啊，我咧上来舒舒服服啊，人心情会较好，家庭也变好。因为我内心有这种念头，因为我安尼哦，有一寡功夫，我就要拍烦恼，为着要断烦恼，为着要对付烦恼，然后去做这些代志，是不是啊？这样培养的神经的以后的对象，都得是这些，可以讲。啊，不，你少年啊少年，你内心无啥物特别的用意，但无那你做做，跟老大说，七七安尼念嘛，对不对？就表示讲，人的心呢，也是一点细的一个物件高调，那么菩提心所摄入啊，一点有一个量高调，你就惭愧。那是讲恁在拼要买一间厝，恁走去拍工，你吃头路，你赚钱，你开店，那是要为着讲大家好过，哇，它是细面的一样的道理的地方。安尼还不是不是呢？赶快呢？所以善知识呢，补充啊，伊就讲。我虽夫被烦恼压服，后我从下而为戒持。一空虽然烦恼无始，然后对调，哦，那这也不利。但是我千万千万千万不会这也不利，会正好 OK 啊。但是伊刚刚看我袂下，这个烦恼是不是大结果？我对有见解哦，意见袂下，不管这里刚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还是你相处，一句话袂下，看我袂下，特别两讲啊，我甘愿的啊，一般人就甘愿。俩讲的对吧？因为道理来吼，看我无同款吼，请问伊要道理也要教啦，教法无啊，道理无去啊啦，伊要受气啊，哎，马上受气就马上爽快啦，对吧？无你开来对起来，这就破病啦，要拖起啊！哎，就是烦恼来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那这个烦恼哪里找呢？你想想看，你有办法，你是没起烦恼。一只蛋子，我都给你起，给你起码啥？我看你的心起来有够硬啊！你老爹啊，你讲一句话，你太太讲一句话，还是讲你常出去？你看了袂好，你是袂了，你也烦恼。那个你想当想在，你也烦恼。所以烦恼到处都有，不管是你那寡还拢有，你那你也无，你这样会借就会两空，是不是嘞？这个烦恼，伊是无数的对着安尼成功，对着安尼累积。所以你掉头烦恼的是，烦恼来的时候呢，我虽然是被烦恼压服，因为不属于来帮你对话，我弄这些东西，我起码我给你，但是我无力量，因为我无一款人哦，无一款人会反抗，因为我无力量啊。所以烦，那个头家哦，烦恼这个老板力量很大，伊把你压服起来，后你呢，你烦恼的时呢，你袂敢讲你袂烦恼，后你自责的时呢，你看很快乐，因为刚刚自责哦，这对对，我自责我太快乐了，因为让你笑来个滴。烦恼就厉害了，所以一个修行人一快的，我忽然间被烦恼给压服了，但是我从来不欺负。之后一直两道接下来，那意志力的抵抗，意志力抵抗烦恼。我虽然是在烦恼的压服之下，但是我从来不认输。我呢，咬牙切齿，一搞就一定哦，一搞就一定啊！你的说我不能认输烦恼。我不能轻忽烦恼，因为把那么烦恼看得清清楚楚啊，对不对啊？我一打你，打到这地方地方，有点搞错，一直一个搞，有的时候
我要认识你已经来了，我不去服你了，你别给我发脾气，我的刁干我来发脾气，是不是呢？所以你也看人要跟人讲话时候，你若要教人切记，你要赶紧走，因为伊在多烦恼，已经来就对了。你能够跟人挑衅啊？你也挑衅吼，还是怎么应该啊？我总爱跟人挑衅。有当时啊，心情啊，你都要快快乐快乐，看伊咧伊咧生气嘛，看伊做朋友时，都少咧生气啊，生气就对方袂歹，来挑衅去，安尼无好。我叫醒有当时来安尼，就是讲，你也看到伊咧中间。你要挑衅这个心呢，就是烦恼，对不对？你就是要消磨自己。少讲话，就伊在讲，多讲一句话。啊，你也去看哦，你看会两公，有滴讲一句话，你要爱看，你爱看，你为了夹一个。啊，你得看一个，感觉看一个出去外口行一个，还是走一个白做洗一个面的，啊，照一个镜，看手机的模样是啥？这个项目就这样，你最近哦，你最近的你那个牲口没有出来，懂不懂？他那个近视不严嘛，要么没开下档。所以说，伊也开在在讲啊，老公，波多瓦文艺之耶，若人如是，当下体会。伊就是讲，哈、啊，这个话吼、哦，咬牙切齿都要干烦恼多，哎，这个话是无对的。如果来当安者，你烦恼一定会退的。因为安怎呢？你若内心所言的哦，特别跟烦恼多嘛。我本来一边发脾气，我来我就不爱发脾气嘛。所以我这个心呢，也做坚固。伊无提嘛，伊提一定有两个人提嘛，两个变得修正的时啊，啊不是拿着书嘛，他们对立有啥路用啊？是的，对吧？大家开始有对策，是不是嘞？安尼看迄三个意义是不是嘞？我知影我输的时，我就退兵；我知我赢的进攻。啊，两个人对立的时呢？他就可以两个人爽，能够静下，赶快艺术的地方，试用验敌一次，兵卒血迹八番，戴德利斯乃回人来回来回报，怎么样来报怨来报复烦恼不同，烦恼呢，寄生在我们的身上，假若我们把它拔掉，它根本都没有地方住。你马不可以啦，对，结果现干的敌人，你干内心的烦恼都赶快。现干的敌人，你给他干咩？你输你，你敢怕？你输你，一年刚好别人都不完，是不是？你看那是大人无啊？顶一阵我报出来无，你教囡仔好无？伊不是讲唔爱学囡仔好哦，伊就是讲这两个囡仔伊刚教伊迄个可能，迄个伊就较照顾，对无？是安尼尔，啊！但是互伊教育，先教育嘛，是用共款人。是讲伊个较无话，讲较无迄个脸尔。但是即个人，即、這个囡仔话啊，心较好个，个啊话顶三五安那开始大汉，伊就讲母是人对无好，对伊个某一个人较好，好无？伊家己问，因为每一个人反正无共款。这就是，就是讲你本来就无心造业嘛，你不会对人做，但是伊安尼想啊，你无通控制对方的心啊。你若讲我无对你安怎，伊较袂信。你若即个看者，伊也都会来谈。是毋是？现在即个做这一种啊，啊，火气较大、啊。所以讲世间的人呢，你其他无人含糊的，但是伊肯定会信哦。伊以后呢，有能力一定来报，报点了之后，伊嘛甘愿。一样，你看很欢喜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烦恼，我们降服的时候呢，他说烦你那个外面的业体呢，他会来；但是内心的烦恼呢，告诫我赶快，你只要把它降服哦，因为烦恼在我们身上啊，若人一次拔出，对，拔出的就断烦恼，有些把种子呢，拢给掠掉，这个嗔心的种子，这个脾气不好，拢给掠掉掉干，一根本哦，我说的那么多。你的烦恼都没断别人的心上，没嘛？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烦恼嘛，对不？靠，可能讲我的烦恼好你嘞，那不可能的代志。伊的烦恼做老好我，所以讲我后尾我阿妹脾气也较好，半一半来好伊，我报的脾气另外半一半好伊，所以讲无迄个代志啊。虽然这虽然一家，虽然有虽然的烦恼，我可能讲我的烦恼来好伊，阿爷烦恼来好我，不可能的代志啊！你也免惊，要为着啦，要为啦。但是有严重啦，有严重啦。
对，讲你若了解讲，按怎我平时来跟人相处的，做好是一定爱去交代讲，按到底按是啥物心来跟人相处，按主事的心来开掉。如果按主事的心开掉呢，按就来厉害，因为烦恼嘛，对吧？烦恼做垮，不贪嗔痴，嫉妒，哦，那么愤怒，哦啊，两狗东西，啊在嫉妒满心，那都是啊。所以你看一堆人，那掉你得来压算。所以那公你也能跟能一次呢，从我们的内心里面看到烦恼，认识烦恼，而且把它对治，根本都把它拔这个烦恼呢，把它拔出，就是连静静的量还对。而且呢，有贡献啊！按起码你看看后面啊，韩国人做厉害啊，韩国韩国我那个心安忘记，对不起，救啊救不得，那个我任性啊。欢乐啊，造为了辛苦造品啊，他无往他方，亦无报复。因为为了什么？因为他的禁忌，以这个烦恼心哦、贪心或者嗔心，在我们内心被我铲除掉的时候，因为外对啊，无啊嘛，是不是呢？因为你们的心嘛，无可能嘛，因为我的根本都无也挖的对啊，我把伊除都挖掉了，我把。连那个根都把它拔除掉了，他说，所以无得大，嘛无法度来大化，一边那去用电啊，无可能啊，因为心都无去住着，一个无自然的存在啊。啊，安得听好了。他说，有我等不能精进破坏烦恼之所自恶，所以因为烦恼的存在，这安尼的心呢，就是安无力量啊，安无精进啊，无去个对治啊，无去认识烦恼啊，无去立起来，这东西呢，没一个住着啊，所以呢。你的体量，你的心被挑大了，啊，不，我怎么破开？你未来就未来了。啊，之前做天界，啊，你上心我是不安的。存在精力不好的，爱人爱情期，看了就未爽快。他那是关心，哎，来情期较好咯，伊较会来两口，哎，人拢是安尼嘛。这就是，啊，你啊，你讲这样过，啊，其实我嘛拢安尼。你啊，你挑多歹。啊！看到你俩去骑，去冻着块路，心情嘛无好，我就是安尼啊。啊！看到你俩，迄就是，咱若冻着你，你就袂欢喜。啊！就是讲啊，即个超多啊，讲讲讲，较行慢，啊，唔知讲家己行紧来，行紧来，行慢来，行慢。那毋是你要倒来面谈啊？拢叫别人要来要分啊，混合混，无可能个代志嘛。你有看最近个网络个报纸，无咧报，只人讲伫后壁来用，啊人。哎，头前个五八八节还是啥对无？伊安尼摕着物件，摕嘛，啊，就要甲人输命。啊，为着一条路，啊，为着开个更加慢，对无？哪里无同款？心境都无同款，你晓得吗？懂吗？所以你讲你看烦恼呢，到处都见，但是你抬不了啦。你要快点烦恼，就要抬；快点烦恼，就要抬。都像你讲个，恶有情如虚空，非人尽相符，是不是呢？太没料了，你抬头就有气。啊，你一抬头就心里嗔心呢，你就强强者，你不可能讲恨愤怒啊，一大堆扫来走。你说这强的，经常这样呢，你头啊了掉，一熬都容易啊，是不是呢？你的嗔心呢，你的双叉对啦，你的烦恼结，个你啊开个头，你想四圣的是头嘛？你个你啊开出来个卡吼，一下来时哦，你啊跺一个脚，你就糟糕不了坏了。比如说我们小的人就是他本来就是没力量，没力量就没让他对峙，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为他太老白，他老花了，对不对？他就会有妖乱，为什么有妖乱的？因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因为就是他没愿意对峙，没认识烦恼，你就没让他喜欢，你没让他喜欢，当然啊，一般都到底要你的心来对啊，陆行论他就说伊讲，应用敌出国，摄硕助他方，养利人反报，烦恼敌不尔。伊在咧讲呢，今天菩萨在讲呢，世间的人吼、哦，各以各竞争，也是讲按人吼、哦，朋友朋友吼、哦、对待，因为伊就是吼、哦，我玩笑啦，啊无伊就是朋友是对我无好的，我甲伊讲话少少呢，但是呢。又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团体，但是你有法度，即卖有力量、有观念嘛？吼，
你该拍出去，你不爱采用伊，而且你不爱不爱用想法。但是当甲伊有能力的时啊，伊先升官的对吧？哈，伊发财了，伊要叫超人来对付，有这可能无？有可能啊！所以国与国之间哦，伊虽然小国，你讲拍出去，但是呢，有另外别个人来消化伊。刚刚呢，伊有能力的时候，佣兵哦，你看他方养力哦，能防卫。但是佣兵啊，人有是不是呢？伊人间呢，倒转来能返回来呢？返回来报复，现代人的时候，所以呢，公安来说，其实现代摩天报兵，都给限制。那你说的行善，你不知道烦恼，你的善你不能行得很清净，是不是？也不能很永久。你在那边搞不掉，啊，你要变行善呢，永久你要认识烦恼，认识业果，那一定要有静在里面做安住，做给搞有对了，看能俩对，你也先能顾个你顾。那烦恼不尔，这个很多还赶快。一共这个世间很多赶快，因为这烦恼存在我们内心嘛。烦恼为祸，哦，慧眼断。那烦恼呢？这个慧眼其实用啥？就是有一个法，有一个概念。我今天准备聊完了。那烦恼前面呢，我用一个慈心来对治我的身心，对不对？这是用对治。如果用空性呢，它是对治一些烦恼。但是如果呢，我们是降伏的话，我们是以慈心来对治身心。那这个慧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善法。这个善法呢，就是产生了正念。我正知出来的时候，我有慧力，五觉温点的时候，我快点空气的持续不见的，是不是呢？或者说我关心上这样带起不快呀？他烦恼祸，祸就是烦恼，一看造作我快点嘛。今天我们对这两个，我对这两做恶哦，但是呢，我还是讲我对恶有啥物恶错？是不恶啊？是不是呢？我话讲我要对恶不了了嘛。你小时候爱有啊，好处，哎，我对好吼，伊会在想，在想电脑吼，是不是嘞？我话电脑好啊，用功。啊，你话对好呢？我两相处嘛，做不掉嘛，坐我去吃些那个宵夜，又安尼讲啊？就是讲有好处，你敢去做；无好处，你敢去做啊？你工资吃好，就是有钱人要带你敢去做。无，你无钱人要带你做那边事情，当下，他做嘛会快乐，是不是嘞？就是讲有好处，你敢去做。所以说肺然后烦恼为后业无明，但是我们要以肺炎的力量来断除它，肺就是空性的智慧，但是你有节制力，有些话题来对天马就随顺肺了，是不是呢？我也要先把它降服，你可以空间啊，潜离我意能何往，岂人生以反复反报我，唯我自若无其境。伊就是咧讲啊，讲你要对付这个烦恼，唔是能改脾气吼，无遐容易改。但是啊，你改种脾气吼，真歹改咧。你当然啊，你系无兴趣的吼，你当然下来改嘛，歹习惯。啊，你有兴趣，你要改歹改咯。啊，你习惯性，你要改嘛歹改。虽然讲吼，四肢顶啊定用，你要观察个顶，四肢顶啊定嘛未改啦，真歹改就对啦。啊，伊咧讲四肢顶啊定就改，你就讲讲一个好听啦，你试下吼，好嘛？干干，因为我听到你你好脾气啊，都很干啊。就是讲，他这个烦恼哈，我意哦，你要把这个烦恼遣除，无明烦恼遣除我的心中，意就是心中啊，你就没，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安住了。这个烦恼你要被照顾对应，岂能反移来反报我？所以，一既然这个烦恼不能够保，因为心中呢，我把它把它列出去了，他不可能再回来报我。不要去控制，快乐也是心，啊，烦恼也是心。但这个烦恼的心呢，伊就是后壁有一个烦恼来操作。但这个烦恼我一定来用掉，伊根本都无可能来报复我。我的就是那阿无自体啊，唯我自若无清净。啊，家己无自体，家己本家的，家己本来就是个伟大。啊，迄个无话讲，伊一句话就是安尼。下骹个一个吼。成就人啊，你在那讲，如龙法音，烦恼起时不应懈怠，当下应以对治遣除。他说烦恼来时，阿弥山海带，阿弥山买菜，哎，咱暂时啊，可能边啊，黑马将火烛，但是不在那个坑，对吧？
伊嘛爱个压场，因为呢，我是放伊过，伊连刚刚来，很恐怖恐怖啊，恐怖啊！所以呢，你不应懈怠，也不应把它放在旁边不管。哦，报告没，还蛮想得好啦，我够无聊，我蛮想得好，蛮想两只公没来啊。伊也是并未见到，伊嘛是过来。所以呢，应当要以对治烦恼，来遮止烦恼，破坏烦恼。的相续，我继续也要尊我的，我的心，这是不应该。所以，若不能遮止烦恼，就应该如果你也对着见呢，人跟人相干咯，而且不为别啊，而且什么代志别啊，你为在讲吼，来讲，你也能暂时离境，讲起先离会发病，但是你内心一定要看到烦恼，它是怎么化作的。那是讲呢，一个电影来啊。你为在讲买草，因为伊种气个足气啊，气个足气吼，你讲要交多间嘛不一样，是不是呢？你要看人咧，你要看人咧食面啊，咧食饭啊，啊为了食饭来是，伊拢无咧看到边啊拢无啦，根本拢无啦。人咧人咧餐厅外边吼，做侪人是，伊咧想伊是变做想伊啊，就伊无看到边啊有人。因为烦恼四圣的起的起来，啊你也咧加价咧塞价，你无讲。我为了家家的塞家，啊，发现代志，等下烦恼了，那你意见的敲给他，你想没？是不是呢？发现就好了。你唔在讲伊在塞家啦，就讲伊在塞家，伊旁边话不好，旁边做好，我经常死死的去啦，对不？是不是呢？看上了好较多。对欢乐来哦，像美食啊，比假酒喝较厉害，假酒喝巴适可以如解的，五个人都未发现代志，欢乐来哦，发现代志机会就多。所以就来讲啊，伊讲哦，应即立起立，摄曼陀罗，即诸供养，即供诸供即供养祈祷本尊，尊长本尊，次言烦恼，愤怒念诵即能折服。就是讲，你为在讲不以埋怨，但是对着电话要生气，我把这个看愈看愈气，不如买看，啊无我想起是讲我咧泡一杯咖啡，啊无我咧造一个变数，啊无我出去外口食。你也常常讲，你每天走，你每天走，有点烦嘛。因为我不醒着，我当然要走，我不要我抛弃哦，我不会两讲哟。一定不会使啊，你就来保护家己的心嘛，对吧？所以代志无比这样都太重要。有做一人哦，为了有钱，为了啥，为了发生感情，为了家暴的时候发生感情，是不是啊？伊免离开，伊唔免讲，伊咧当经济啦，还是讲咧社会经济啦，伊咧暴力非常强。哎，不要离婚，别阿不要讲是离婚，阿爸个照样一点花钱感情，所以爱有会个对啦，爱有地位，看有法通优秀个，有法通控制对方个。如果有法通控制对方，安大些不安感的心啊，安你心过好，本来就是安尼。伊这人这修人讲，你拄电话都电过来时呢，你得讲起立，起立讲你离开就对啦。难道对着电话那边修面，都为着要代志去争执？先暂时离境，暂时离境的话，先慢陀螺，你到底写几块巨刻，对不对？啊，我再来等下，切切的，切切的，啊，我修些更别的物件，黑马这边移开你的注意力，不要掩在那个烦恼里面，让你的对着镜的时候呢，你会有产生不一样的效应，对吧？你个看到伊，你愈看愈去嘛，啊，你看了菩萨，可能就转入定，看无同款，你的心就都无同款，就是要叫你安尼做这个无同款的代志。我安尼显性的，先让修行的对吧？所以呢，你准备呢，穿一挂供具，供具啊，居个啊，还是讲供水啊，或者来当一个香啊，或者啥对吧？供养祈祷，供养祈祷就是我你的心有一个念头，希望我能修行。你讲你修出这样无可能啊，或你也当念佛，也当祈求啊，让我修行，让我修行。这个让我修行，这就嘛是做得来对不对？嘛是解所缘的对吧？嘛是显性啊。不要是讲利益，但在不做进前呢，还是讲有一个有一个所在，哦，三宝的所在，吼，还是讲有一个象征三宝的所在。啊，好，你信见，因为并不显得他对他信用嘛，对吧？比较有生气嘛，你对着你见的是你的心，就靠力量的，来对对，未使去生气的对。啊，所以你得开始祈祷，祈祷就是讲有一个愿嘛，啊，你的愿祈祷你要祈祷啥？就是讲，下当照这个镜，把好我的心来安定，对不？啊，你我爱修行，哎，唔当我修行，唔当我修行，到哪里？这就是叫做祈祷。这么你祈祷啊，每两下都落等的对吧？你的功
那个东西你想会用的那个物件哦，啊，我收藏，我收，唔通收你，唔通收你，你冇收藏。啊，我做啊，去家里我帮忙者，唔通收你。啊，你对关心我，才让我心情啊，关心不上，不要让我生气，关心不上，帮忙我都可以。就比如说，你内心有一个念，有一个祈祷，然后跟你这个方向有关系，能够把它想一下。你为什讲两节空家里，那个我赶快就念回来啦，你一定念回来。因为你的心中念就要受气嘛，对吧？你也能转，不太容易转，但是转就是要你转，你所看的物件无感觉你就转啦，转是你啊。啊，你加想讲，哎，我要受气，不能受气。你到可能要受气的时候，你才会唱歌，无可能的嘛，对不对？唱歌跟受气无关系嘛，哈。啊，为了你唱歌，哎呀，我咧唱歌，等你唱歌为了嘛，你受气。就是讲，你不断的去祈祷本尊。哦，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阿是呢来加持。然后呢，言烦恼，你言的烦恼，啊，愤怒，这个本尊的这烦恼呢，它是我的敌人，而且呢，我要制造一个，我要怎么样来打发它，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说，言着烦恼，然后念诵愤怒本尊，念诵愤怒本尊的时候，能不能跟我写作没有？你看愤怒本尊什么？安尼千里迢迢，对吧？吼，来踏地嘛，对不对？因为出派的，对吧？安尼出派是要看，伊是要盖上的，不是真心的，他是想出办法。就是讲，你的用的是你买，如果你的恶心呢，你祈祷，你的你买那个，那改变愤怒，对不对？而且愤怒起来，你要跟烦恼斗，我说不输你，你一定能够降服，你会够起来的。哦，伊写了做，啊无呢？如果这也无法度呢，这也做未来，佫有一种懒日贪发意淫，以诱淫，哦，以诱淫，移动住处，近己向近，哦，一人折服，可见敌淫烦恼堕阵。既然日贪发，伊咧讲是讲啥？去比呢？嘛咧讲。李荣发，刚刚讲伊，伊嘛讲一句话，讲李荣发的相反做一下。李荣发都讲一句话哦，如果你今天无法动呢，他又移够一波，移动一下你的住处，往前收在啦。比如讲，我咧盖咧，刚刚咧征召回来啊，这个暂时离性，往前收在，行一段呢，行一段卡靠啊，是不是咧？啊，然后呢，近己近向，这个向，这个近呢，向近的这个脖子啊。哦，那近期的时候，他刚才播的，他有又很白啊。啊，你被意外的学动这样，因为你的身体动的时候，你的意识都会随你影响，对不对？那就按你走路，你的心情也随着走路的三分的注意，你走路十分、七分，嗯，你有三分的走路，当然你安尼摇动你的身体，你走出去外口，哎，摇动你的身体，哦，啊，然后呢，伊个讲哦。一人折服，就是讲你处理你的身体啊，或你脚下头软软的，气完的有用，对吧？制动你的身体，火力心呢，会转入家里，那就对了。掉几分一心，就掉几分了。然后呢，也能够折服烦恼。啊，我这个招一招，招很浓味啊，对吧？招好，啊，我这一加一加起来，就是这样子。反正你走呢，不是没有目的，你走就是要想烦恼。你的背后的动机去走这个做什么？消烦恼。啊，可见敌与烦恼多，可见呢，免烦恼多是了不容易的。我开出一块时间哦，是困难的。所以意思讲哦，你讲这时间要改掉你上歹改的脾气哦，真困难，真困难。你也要开一段时间哦，别讲了。但是你不改也袂使，慢慢啊一步一步来。我做这方法，就暂时离弃，会跳福灵法，这些功。你今天功好些，时间够没？啊，无问题啊。好，安到这吼，你讲大家会当问几个问题，较好。蒙面试嘛吼，是不是咧？唔免惊讲问起吼无内涵啊，问起拢笑啊，安尼嘛无好，吼、哦，好来，无安尼来回想。焰消三障诸烦恼，
厌得了智慧，证明了不厌倦障七消处，世世常行菩萨道。厌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大众请起立。